比我那边发达很多的。这里全是写字楼，我那边全是工厂，消费的群体不一样，这边的东西贵很多的。美食街在那个方向，我之前来过这里，肚子现在也是有点饿了，我现在走过去。广东佛山也是一个一线城市啊，这里的工业非常的发达，比其他城市要发达很多的。这里的房子都是三四百万一套，所以说这边是富人区，没有问题。143平方要400万，360万125平方。我现在已经来到这里的美食街了，里面很多美食的，非常的多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，看有什么吃的。蛮多人的，老板，这个板栗怎么卖？哪一种是25的？帮我称10块钱吧。在这里消费的人看上去都非常的时尚年轻，跟我那边有很明显的区别吧。今晚我打算在这里消费100-200块钱，看一下能买到什么。人来人往，对面有一家烤面筋的，我还没有吃过烤面筋，10块钱四串，来一份吧。Thank you.
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样吃下去会胖，我全家人都很瘦，我最胖的时候是在学校，相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瘦吧，别说胖了，有120多斤嘛，125斤左右，现在120斤都不到，出来工作我才瘦了。在学校的时候我还是校队篮球队，那时候我没有那么瘦了，最瘦的时候100。